来，我们再重点这一颗石头，它叫蛇纹石。蛇纹石不是一般的石头，你一般的石头不要随便乱敲。哎，有没有看过这什么玉？虾米香料。香蕉叶。辣椒吗？辣椒。槟榔叶。槟榔叶。哦。槟榔的叶片在上面干掉掉下，我们剪一剪折成这个。我先说一下。对不起，我来。哇，好神奇！里面宝宝冰，哎，你是那个亲的们，家具，哇哦，哇哦，